哇，整路喎、哦！天啊！有间妹仔喺度喎，做都有咗啦。自己咧吓，好搞笑啊！就争个一啲咁多都唔铺。今天来双富超市买粮食咯。这部不是吊车的吧？是吗？应该是看哪一部车没有交罚单的。先去换小钱吧。没有。我换一点，换一点零钱。也有，这里有的换。现在啊，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有的，现在都没有了。冇啊咯，好似只有呢度有咋？这里是大晚上，这里有什么便宜？都是老外的东西，我们不吃这些的，是吧？汽水啊，矿泉水，还有汽水便宜，但是那天买了汽水的，先去换小钱。2.4块多，哎，可以，待会过来买一下。放这么多的，5块多啊！你还慢慢的放。嗯。穿纽约，穿纽约市可能只有这里有，穿法兰盛吧，只有这里有啊。放进去，放进去，不要管，不要管。没呀。我没不要了，还有什么？三块。这么多才这么少。哎呀，来弄一下吧。挺好玩的，16块多了。这边是免费的，没有手续费的，多好啊！老外的超市就是很好的服务啊。刚才我们不会问问那个小弟弟，嗯，小弟弟他就会帮忙，就是这位小哥。我们家还有，还没有拿完，别换那么多，下回再换一次。真好玩，放了那么久才40多块钱，它有显示的，你有多少个偏离啊，1毛钱啊，不买菜啊，5分钱啊，现在只有一个扣的，换了60块7毛2。这里的菠萝便宜啊。2.49块啊！你不是说要买 chip 吗？你不是要买薯片吗？是啊。2包8块钱，9块。不一样的，这个是9块啊。这个好吃吗？这个没盐的。这个。然后这个。Thank you。 这位小哥很好的，这位小哥，这里越来越旺了，很多商店搬来这里了，下来就买刮刮乐，中了就发财了。这个贵了，20块的。5块的好。随便你。先放钱先，系咪？嗯。哎，你冇5蚊咩？哪一张？喜欢这个啊？嗯。在哪？哦，下面出来的。我都还没玩过啊。走了，去买菜。
免费服务，没有收一毛钱的手续费啊，真的挺好的。先放到车里面，那边有一家云宝，不知道开了没有。这家云宝饼屋啊，真厉害啊！这里也开一家，双福超市，星期六、星期天、星期一都有特价。到里面看看有什么新鲜的食材。这边的话是云宝烘焙，这里开家新开的。卖什么东西？其实没有卖点心哦，木瓦这漂亮啊，这个好吃，这个这个好吃的中华肉松，中华肉松卷3块钱是吧，他们没卖点心的，只是卖面包甜品。哦，这弄得多漂亮啊！哎，这个什么？你看看，抹茶泡沫，4块钱啊！买这个给妹妹吃吧。不要吃这么甜的呢，牙齿都拔光了，还是露的。哇，好特色啊，好有特色啊！新开张的。泰式奶茶4块多，1.75块，正常啊。待会再过来，先去买菜吧。对呀，看看有没有新鲜的食材。买3个吧。啊？有那么的。他们说这样子都好吃的，哎呀，要注意淋着食咁样嘅。哎呀，冇咩新鲜嘅，买三就好。哎，这个要这样子的，后面才好吃的。水变啦，丢吧。不会吧？双福超市每天都有，不是每天，每个星期都有特价的。好食材在供应啊，今天没有开什么好大的音乐，有啊，又开了，又开了音乐，让你买个榴莲吧，哎，10.99啊，10.99一磅而已，10.02元啊，这个又便宜2元哦，不装，来。这里好大力，不知道多少钱，10.99一磅啊，好便宜啊，这里啊，起码比外面便宜2块钱一磅啊，他们的榴莲啊，我不懂，把它开着来看啊，要不然烂了，应该没了，你看啊，你看，我不敢，你的好了，你这么冷，冷，一定要拆来看的，那你看这不好了，一定要看的，不能不拆的。这个好美。你看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它是凹进去的。尤其是人家开过的，都不能弄。可以的。不能要的，开过了。这些都是特价的食物啊，大家自己看价钱啊。他这边星期一是有特价的，冰糖啊，买吗？不是冰的，不要买白的，白的他们说染色，买2包3块钱。不想买鱼，买鱼的话，他不是尽量少做，尽量少做。哇，这小龙虾不小了。好大只啊，鱼都挺靓啊，老水龙。
这个叫什么血蚶，但是不新鲜，这个一定要吃活的。两个啊，三哇，为什么那么饱哦？最近龙虾大造啊，这么多龙虾的。海瓜子又贵起来了，有时候海瓜子卖五块多，现在又七块九毛九。现在又贵了，两包九块钱，你看，本来是三包的，啊，涨价了。哪一个？加加的吗？这个才是我要的。哇，九块九，九块钱一包嘞！十块钱了，现在。啊？安吗？哪里个？好像14块钱两包，14.99块。现在10块钱一包啊。那个观众说不要吃这些，但因为这些防腐剂很多。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哎，这玉米还有黑的，多少钱啊？两包6块钱。这种玉米，看好看，但是不好吃。玛丽姐，这个里面有粒的，这个有粒的好吗？这个有粒的，有时拿来做捞面啊，好吃的捞面啊。原来不是为我的。这要多少钱包鱼？哎呀，这种这么贵的啊，两罐26块了。这呢，红烧鲍鱼多少钱啊？没价格了。这里啊，你买那个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是红烧鲍鱼。要吗？买了太多钱了，人家那60块不够买。当然不够了，你买个榴莲已经买完了。100块钱能买什么？你说？哦，买鸡蛋。哦，鸡蛋去 Costco 买。明天去 Costco 特价哦，这周晚多少钱啊？4块钱，3.98块。便宜吗？啊，这里都是甜品啊。要冲的吧？这奶茶香芋味，哎，你这个你可以过吗？香芋味6.98块两包。这奶茶名字也真够别扭。这个咩饼啊？这个苏打饼，香葱苏打饼呢、啊？很少的。5块钱、啊，只有一点点几块。最贵就是榴莲了，今天。啊？周一没什么人哦，但是周一也是有特价的。我太太要找苏打饼，哦，这个啊，我没看到，4块钱啊，贵吧？买鱿鱼啊。他要买什么？我要一瓶排骨酱。这个是排骨酱？那不是排骨酱、啊。今天烤排骨。买一个呢？哎，大的才4块多哎。这个小的多少？3.4块多啊。那就买大的吧。那其他是吧？26年可以啊。水哇，4块钱。要吗？之前好像一蚊嘅，2蚊都嫌贵啊。现在贵了一半了，真的气。什么都贵，哎，没办法。可能100块连肉都买不成，不要说买什么东西。走了，付款了。
包。不吃水饺，水饺吃了发胖的。好运来不是2块钱一包吗？这里不是好运来吗？这双富啊，你睡晕了你啊？哇，这个油菜很新鲜的，2.79块。好哎呀，如果没有买那包就不用回去，算了吧，回去吧，就不要买了。没有，回去，先回去。哇，好多榴莲，难得打包一个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什么不容易啊？现在买榴莲太少了。是吗？嗯，他怎么都买那种大的那个现场那种榴莲肉。哦，新鲜的吗？可以啊。这个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100块钱能花多少？多少？买不了多少。没力的啊！哎，你没有大袋子吗？没。哦，我前面这里呢。刚才更少，不会买一张卡就省了5块钱。我谂佢都唔知道喺度收啊，唔记得咗。今天100块钱不够花。榴莲就60多块钱啊，如果买的不好，就今天就白来了，啊？嗯。今最重要好吃的榴莲，这个轮子那么大，你看，很 Q 啊，啊 ？Q 啊。买早晚过来买。那就不买奶茶了，明天不来这里了。你不是要再换那个送你？你那几个狗养的那么肥，不宰了干嘛？嗯，来，快点，这来。干嘛？还要一个袋子装起来吗？不用了，就这样可以。嗯。还有个榴莲，放在这里吧。走啦，回家喽。Windy， 走了，先回家。这家戏里嘛，电影院啊倒闭了，可能这里也要盖大楼，是吧？嗯，对呀、啊。好可惜啊！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时常来这里看电影。现在老了没得看，倒闭了。有啊，在那个什么？嗯，这个世界每一年都不一样，我跟你说啊。啊，那个墓叫什么？什么墓 ？Tangram。啊 ，Tangram。Tangram 有。有电影院呢。嗯。